市长，你是不是特别为了表达他对他的敬重，直接走进来的？不好意思，不是讲近八点四十吗？对，赶，怕迟到。是因为怕云林的行程耽误了。那个车在哪里？好。加油啦！不要加油啦！来，市长，等一下，这些跟你一起。这边，市长这边哦，这边，来，市长这边，从这边，来，大家小心好不好？咱国家管疫情疫情，因为咱疫情有防护在身，而且先邀请疫情上去。有见到了。我们也不便说什么。是跟那个选举有关，还是就是闲话家常？没有，三两句话怎么聊选举？要点传师可能会在天上啊来帮助啊这个传扬一贯道，那让您全人的所有的事业呢能够顺利的来达成。所以他是功在人类，哎，功在我们台湾。市长，等一下是不是要赶车？小心，市长，你是不是特别为了表达他对他的敬重，直接走进来的？不好意思，小心。车子在。市长有特别想要。加油！车子。市长，我们这边等了，不是讲近八点四十吗？对，赶，怕迟到。是因为怕云林的行程耽误了。那个车子在哪里？好，谢谢了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好，辛苦了，快点。市长是不是要表达对于钢铁业界的这一个前辈的敬重呢？所以其实特别延误这个行程。